谢谢各位长辈、各位好朋友您的光临。没错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场演出了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跟今天下午啊，哎，很多朋友都来捧场。哎，对了，看完节目非常满意。是，下午我坐在这个观众席啊，看完了有朋友跟我说，哎呀，看完这个节目啊，我觉得你们台北曲艺团真好啊。真好，真好啊，真是好，营养真好、啊、什么叫营养真好、啊、营养不好能养出我们俩这样的吗？这倒实话，是不是、啊、哎呀，其实呀 啊今天我们这次的公演呢、嗯、是属于这个两岸曲艺的表演，一个曲艺大汇演。哎，对了，曲艺呢啊很多样化。对，我们今天第一个表演节目呢是属于相声。相声，相声嘛，曲艺的形式之一。没错，曲艺呢也是属于这个十样杂耍、啊、有这么说的。杂耍呀啊就是耍弹变练。对对对，说学逗唱什么都有。哎，我这个人呢最爱唱啊。您爱唱？爱唱、啊、不过呢干唱我就不唱。叫干唱就是没有乐器伴奏啊。哦，我就不唱。那到哪儿给你找乐器啊？甭找了。哦，在这我还带着，看到没有，七块板嘛。对了、哦、这叫乐器啊。啊，这玩意儿我们团里谁没有啊？我们团门口那个卖盐酥鸡的都有啊。有不稀奇呀、啊。啊，得会打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你说你会打？当然会打了、哦、你要不相信我打一套你瞧瞧。我们听听看。听着啊，来，怎么样、哎、不错不错不错。谢谢谢谢。要说你这个板打得真不错。那当然了，看得出来。如何？以前要过饭。对。什么叫我要饭？这个我懂啊，这叫数来宝。对呀、啊、以前叫花子走街串巷要饭的买卖，你看你打得这么好，以前肯定干过。错错错。说错了。错了。哎，各位观众别听他的啊。啊，错了。哪错了？记住了，数来宝啊他不要饭。哦，不要饭，要钱。哎，这不都一样吗？嗨，要说这数来宝还真不容易啊。是吗？讲究的是现编现唱。哦，哎，得讲这三块。哪三块？眼快、心快、嘴快。这眼快是发现目标了，心快得编出词儿来，嘴快跟着就得唱出来。嘿嘿，要说是要有点本事、啊、哎，数来宝的一进大街啊，360行见什么唱什么。是啊，一般这沿街叫这个要饭的叫花的啊，哎，大爷大奶奶就赏一个吧。啊，人家看着就是不理不给。数来宝不一样啊，我您这来一数你就得给钱。一数就得给钱啊。对了，那是没碰上我。碰你怎么了？我就不给钱。不是，你得听人家唱的怎么样。我根本就不听。人家都给，你怎么不给？对了，我就不给钱。没你这样的人。我就这样的人。没你这么横。我就这么横。没你这么不讲道理的。我就这么不讲道理。没你这么混蛋的。我就这么混蛋。我嗨，有你这么说话的？嗯，不是，人家都给，你怎么不给啊？那当然有原因了啊！打听打听。哦，我有个外号啊。你有什么外号啊？保险库。什么叫保险库？钱呐 啊钞票啊，哎，进了我的口袋，那就跟进了银行的保险库一样保险。你想拿走啊？没门儿。啊，您叫保险库。哦，碰巧我也有个外号，叫什么？运钞车。哎，什么叫运钞车啊？你保险库的钱再多呀，还是会被我的运钞车给运走。那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吹了别吹了。我没吹，不信咱们试一会儿。可以啊，怎么试？这样啊、嗯、现在这桌子呢就不是咱们这说相声的场面桌了，那是买卖间的柜台。哦，您呢就是这个大掌柜的。我是老板。我就是数来宝的。哦，往您这一数你就得给钱。我就不给钱。你不给钱我没接没完，总这数你慢慢数吧。嗯，您不管怎么数啊，你也是
个马铃薯。什么叫马铃薯啊？你家族马力，你慢慢数吧，数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个零。你先别说那么多，咱们试一试。可以啊，来。哦，来，等会儿，这干嘛呀？这没事，你这哦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数来宝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没唱以前呢，先哦。这干什么？这叫引人注意听哦，就跟那唱戏啊什么叫板一样的。哦，这个也不错。哎，先来啊。知道。哦，叫板的。哦，要唱了。哦，你轰鸭子，没完了你。行，这就来了啊。讨厌。哦，这个打竹板儿，我的进街来，呼呼的买卖两边排，也有买呀，也有卖，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，我的金招牌呀，银招牌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，这边写特别的减价大赠彩，那边写是白送一天，您快来，是您也来，我也来，大掌柜的发了财，掌柜的发财我沾光，路过乡求来拜望，一拜君，二拜臣，三拜掌柜的大量人，人量大那个海量宽呐，刘备老爷坐西川，西川坐下汉刘备，保驾的臣三千岁，人又高那个马又大，抱头环也把胡子炸，大喊三声瞧他下，夏侯杰落了马，曹操一见也害怕。哦，我拜了他不拜你，你说傻子没道理。嗯，这个大掌柜的真不错，站在门口一直乐，您把这个童子给几个拿回家去好治恶，这个大掌柜您好说话，他留分头方嘴巴，身上穿着个蓝大褂，手里摇着个白折扇，不扇屁股扇脸蛋。走哦，你叫我走我不能走，走到了天黑空着手，一分钱呢也没有，我求掌柜的高高手，你要给钱我就走。去哦，这个叫我去我不能去，去到了天黑吃谁去，一没房子二没地，老傻多跑几里地。这大掌柜的别说推辞话，穷人沾光没多大。哎，我瞧你刚才好像来过一趟了。哦，这个大掌柜您别起火，刚才来的那不是我，他是谁我是谁，别拿张飞当李逵，我是我呀，他是他，个人有钱个人花。这个大掌柜您看一看，你别拿孟良当交代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来巧了。怎么了？我们掌柜的不在家。哦，这个一句话呀算白搭，你说掌柜的不在家，对了，掌柜的不在，您老在，您老办事更明白，我看掌柜的走不远，有这个买卖把他管，里推外呀，外推里，大掌柜的就是你。哎，是我怎么样？哎，我呀没钱。哦，这个你说没有我说有，钞票现金柜里头，你要有钱你不拿呀，钞票不会往外爬，你要有钱你不动，钞票不会往外蹦，不会爬不会蹦，我求掌柜的往外送。我说你这个人贫不贫啊？哦，这个说我贫，这个我就贫，我不偷不摸是好人，这个数来宝啊六口折，我不耍贫嘴不能活。哎，你凭什么跟我要钱呢？哦，这个大掌柜你听其详，从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，孔夫子无食困陈蔡，多亏了范丹老祖霸粮帮，借你们吃借你们穿，借来了米山和面山，直到如今没还完，我不论僧啊不论道，不论你回汉何两教，天主堂耶稣教，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。你都要？对了，你看看我这做的是什么买卖。哦，我从小没念过三字经，这您这个字号认不清。哦，不认得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哦，最时髦的买卖什么呀？卖手工切面的切面铺。行了，打竹板我就卖大布，这个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，您这个棺材真正好，一头大一头小，装一死人活不了呀，装一活人受不了，装一被干嘛呀？不出来棺材铺了？你刚才不是说棺材铺？切面铺。切面铺没意思，棺材管保发财呀。这发财我也不开棺材铺啊。嗨，就棺材铺吧啊，一头大一头小。怎么了？别叫我行不行啊？啊，切面铺，没关系。什么叫没关系？不是棺材。
才不词儿我熟啊。哎，哦，你词儿熟我就将就你啊。啊，哪有这种事情，我开的切面铺，会不会唱？会唱唱，不会唱走。非切面铺，就是切面铺。好好好，切面铺啊。我看你怎么唱。这个打竹板我就迈大步，掌柜的开了个切面铺。哎，对，切面铺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切面铺，这个切面铺没词儿了。这个切面铺，他卖切面。废话。哎，这个卖切面，哎，这个面又白，这个质量高啊，分量足，这个很劲道啊，煮在水里面呢特别好吃，然后吃在嘴里呀，哎，特别有劲啊，然后买卖好，大赚钱，来的人很多呀，然后可以刷卡啊，又有卖啤酒。走，怎么啦？多气人啊！这唱什么东西啊？一句不挨着一句啊！这我说的这都切面铺的事儿啊。对，是切面铺的事儿啊。你不是唱数来宝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数来宝要有折有韵有板啊，得有板。对了。行了，有韵啊！哎，这个打竹板我就抬头看，这个大掌柜的卖切面。哎，对，这个切面铺呀，耍大刀，生日满月用得着。这个要说面，咱们尽说面。这个货出来呀，一个站；赶出来呀，一大片；切出来呀，一条线。下在锅里团团转着，捞在碗里莲花瓣，又好吃又好看。一人吃半斤，仨人吃斤半。大掌柜，您算一算，算不上来你混蛋。你混蛋！不，这不能怪我，这骂人呢你。这不能怪我，这数来宝啊，赶折，赶什么折？13道大折，这叫延前折。哦，大掌柜，你算一算，算不上来。你混蛋！你去，你看我赶这个折，没办法，赶上，没办法啊，这赶折算了啊！你这种赶折法我受不了啊！干脆啊，切面铺我不开了，不开了，我改买卖了，改棺材铺。对，一头大，一头小。谁改棺材铺啊？你不是说你买卖不开了吗？我买卖不开，我也不卖棺材呀。那你卖什么呀？我呀，我，哟，看我这一头汗，我都热了啊！我呀，我卖冰棒。冰棍儿，哦，冰棍儿啊！对呀、啊，冰棍儿能赚多少钱呢？人家现在开了泡沫红茶多好，还钢管舞，你看。行，我呀不为赚钱、哦，我自个儿爱吃冰棍儿，我白天随便卖卖，卖不完呢，晚上我全吃了。卖冰棍儿，我就卖冰棍儿。行，卖冰棍儿 啊！这个打竹板我是真有趣儿。嗯，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，对，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啊，一头大，一头小。对。我这冰棍是棺材、啊、谁提棺材了？那什么叫一头大一头小？一头大一头小好往外拿呀。这不，我卖那个冰棍啊，啊，两头一样大，怎么样？你太奇怪了。我就卖这个奇怪冰棍，你到底会不会唱？行，哎，这个您这个冰棍讲卫生、嗯、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，怎么样？这可以，这词儿不错吧？这一句还不错，词儿好、啊，您这个冰棍讲卫生，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。哎，可以。您这个冰棍讲卫生，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。对。您这个冰棍讲卫生，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。就这一句啊，这词儿不错，不是吗？词儿不错，你不能老唱这句啊。要不然呢？往下唱，我就往下唱。对了啊，好。吃冰棍儿，嗯，这个吃冰棍儿怎么样？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儿，好吧，一会儿我吃了3根冰棍儿。这个吃冰棍儿把茶沏，这个喝茶一会儿就拉稀。那还不拉稀啊？这个吃冰棍儿拿起来瞧，有红豆、绿豆、果仔条，这个东西好，材料高，不怕晒，不怕烤，拿在火里化不了。这是冰棍儿啊？这是铁棍儿。我卖冰棍你唱铁棍啊？啊，那我受得了吗？算了，冰棍我不卖了。不卖了，我改个买卖。改什么买卖？我开一间三温暖。哟，三温暖不错呀。当然了，听说里面还有油压呀，有纸压。哎，有没有小姐？小姐漂亮。哎，真的。我们谈这干什么？你不是三温暖？三温暖是现在的说法啊，这玩意儿是我们家祖传的。哦，在我们家那叫洗澡堂。哦，洗澡堂，澡堂子。哦，澡堂子行不行？有，可以啊。澡堂子是吧？澡堂子，听词儿。哎，这个打竹板我就迈大步，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。您这个什么叫堂子铺？堂子铺就叫澡堂子。这
谁听得懂啊？大伙都懂啊。什么叫大伙都懂？我就不懂，我听着堂子不入堂子不入，听着跟妓女户一样。嗨，没不会，你别乱改名，就是洗澡堂。非洗澡堂会不会唱？唱。这个打竹板我就走慌忙，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。哎，对对对，您这个澡堂真卫生，完全是开水白糖冻成冰。我说一澡堂里面都是冰棒啊，怎么洗澡？对不起，串词儿了。你给我好好唱。哎，您这个澡堂讲卫生，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。哎，这可以，行吧？哎，可以。这个要洗澡，这个进门来，肥皂香，手巾白，这个大毛巾呐、围当腰，就是不把脑袋包。包脑袋干嘛？游行啊？这个有冷水儿，这个有热水儿，越洗越美呀，直咧嘴儿。有一个老头68，一进澡堂笑哈哈，头又晕呐、眼又花，吧唧摔了个大马趴，火急一剑往外搭。怎么了？晕倒了。嗨，你少洗几分钟不行吗？唱的怎么样？嘿，还凑合 啊，可以，行啊，哎，可以，给钱，给钱。这就要钱啊？给钱了，废话，你拿。老板，你算起来也不容易了。当然了，来啊，给你10块钱。多少钱？10块钱。大掌柜，你看一看，我唱了半天一头汗，10块钱怎么吃饭？我求掌柜的换一换。换一换啊？你要多少？数来宝的不害臊，你给多少我都要。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，皮鞋围巾大手套，凉席蚊帐大炉灶，电灯电话电灯泡，高楼大厦现金和支票，桌椅板凳盆景帽镜，连掌柜的老婆我都要。哎，你再胡说八道我揍你啊。哦，这个大掌柜你说大话，你瞪着眼睛要打架怎么样？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，这打架怕牺牲，要打架咱往西，咱俩打架直不的，要打架咱往北，一对一个你白给。这个要打架到正南，数来宝的万万千，这越聚傻子人越多，拆了你这个兔子窝。惹不起惹不起，就冲你们这些人啊，我把门插上。哦，这个淅沥沥呀，哗啦啦，大掌柜的把门插。这个夜晚插门怕湿到，白天插门为什么？这个数来宝的细留神，八成这里边死了人。我打开吧。哎，这个打竹板我迈大步，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。您这个棺材真正好，一头大一头小。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出来棺材了？死人了。哪有死人？谁死人了？你大白天不做买卖了，把门插上了。谁不做买卖了？你呀、啊，我们今天啊，歇业一天，我家里有事儿。有事儿？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好事儿，喜事儿。哦，我结婚，我娶媳妇儿，怎么样？他老婆。对了，那你更得给钱了。那得看你唱的怎么样。我唱绝对没问题。我们听听看。喜事儿我最会了。来，听着啊，哎，这个淅沥沥呀，哗啦啦。掌柜的娶了个董月花，这个董月花呀真三八。我结婚稀里哗啦的都洒了啊，还娶董月花。董月花跟您多配啊，俩人站一块，你看粉油粉香。粉油粉香我也不娶她。你没去吗？我结婚啊。你老婆，你没看见我老婆吗？比董月花漂亮多少？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老婆漂亮，你写实一点，写实。对，听了啊，好唱。哎，这个来的巧啊，来的妙。掌柜的结婚我来到，嗯，虽说掌柜的是个新世代，可他这脾气个有点怪。哎，什么老理儿他全懂，结婚还按老传统。对，前面铜锣开着道，后面抬着八抬轿，八抬轿啊真叫好，他一头大一头小。拿棺材抬新娘啊？抬错了，抬错了。赶快换，大小棺材全不要，这才换来八抬轿。嗯，这个八抬轿啊，抬进门，伴娘过来搀新人。嗯，铺红毡，铺喜毡，一铺铺到喜堂前，一对喜蜡分左右。嗯，喜字的香炉摆中间，拜罢了地，拜罢了天，拜罢了天地，拜祖先。拜罢了祖先拜高堂，夫妻双双入洞房，入洞房啊乐悠悠。老板过去先盖头，掀起了盖头仔细观。怎么样？老板娘美得赛天仙。对对对，他们都说我太太漂亮。漂亮漂亮。嗯，到底有多漂亮？是芙蓉脸庞娇又俏，长发亮丽迎风飘，眼睛大
嘴巴小，上为大，中为小，都夸新娘长得好，她是一头大来一头小。去。